阿弥陀佛，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大家一起学习都是非常难得的缘分。应该有超过200人，大家可以相关而善，有老师将他的一些心得有写出来，我们觉得他的体会很可贵。那经由他同意我们想说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这个《礼记学记》说：“相关而善之谓磨。”互相观摩，互相切磋。我们现在这个因缘是如此的。我们班级里面也是这样，一个班级学生特点都不一样，哪一个孩子哪一个特点特别可贵，我们引导其他的同学可以向他学习，所以这些教学法，其实就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了。所以我们能把这些教学的理念内化了，我们随时自己也在用，就很自然在学生的一些机会点，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它用出来了。那昨天我们透过一起来探讨这个春学究与村里的学究，尤其这一位刘宏典先生，先生是以前对教书老师的尊称，他非常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的教学，很大的一个护持提醒，像昨天郑老师说，把它当做床头书每天必读温故知新。都是对于同盟养正教师的要求。那我们看看呢，老人家提醒我们在从事传统教学要注意到哪些重点。我们看这一段同盟养正教师必须具备仁德。《论语》当中出现"仁"字有100多次。那显然这个仁德是孔子对于做人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都要往这个目标去迈进。而这个仁慈博爱之心呢，其实是我们本有的。我们以前的一个感受觉得好像圣贤好远好高
经典都是束之高阁的。这个无形当中，我们的念头啊，就是一种障碍了。哎，但是假如我们了解哦，原来仁慈博爱啊，真诚慈悲啊，是我本有的。好，那就感受啊，就不一样了。感觉很高，不容易做到，甚至也都觉得不可能做到。哎，假如我们了解到是我本有的，哎，那学起来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大乘起信论呢，哎，这个马明菩萨这一部教诲，这个论的名字就很有味道了，大乘起信呢。啊，我们要修大乘菩萨道，首先要起信，相信什么？本觉本有，本觉我本有。不觉本无，哎，这八个字很重要啊！相信这八个字的人，不容易生烦恼了。我们一生烦恼呢，就不相信这八个字了。啊，老法师说，怀疑是愚痴的核心。我们一愚痴，烦恼就现前。而那个愚痴的核心就是怀疑，没信心了，尤其怀疑自己。我们感受感受啊，自己人生的过程，啊，有一段时间特别怀疑自己，连精神都提不起来，好像陷到一个深坑里面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要懂得去感受啊，越感受，哎呀，佛经讲的太有道理了。贪心感水灾，嗔恨心啊感火灾。我们现代人脾气都大，那温室效应一直往上升了。所以我们有没有资格批评温室效应？啊，哪一种人有资格？没发脾气的，没脾气的才有资格。不然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没有让它减缓，我们还让它增加了。所以，天人合一啊，人心跟整个天呢，就是这个整个大自然，它不是恶啊，啊，它是一，不是恶。地球人的心是正报，整个大自然环境是异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去观察，你看这个国家火灾很厉害。哦，这一个地区水灾很厉害。当然已经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又去，首先要先去关怀，先去救助。等大家把灾难都过去了，能静下心来了，对方可以提醒的再提醒。不然我们很难在灾难当中真正得到教训，不然都变成啊结了疮疤忘了痛了。所以佛门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
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的。他知道不能造恶因的，造了恶因不可能不受恶果的。那一般众生他很害怕这个灾难的结果，但他不知道原因在哪。就像现在新冠疫情现前的，它是个果相啊。好像我昨天看到新闻了，南非变种，好像比印度变种还厉害啊！你看，我们都很紧张啊，担忧了。担忧是烦恼哦，要理得心安哦。道理明白了，心不担忧，为什么？自己的心担忧，身心受损。再来，这种担忧啊，会影响家人。我们自己回想一下小时候。你妈妈很操心很紧张的时候，你感受到没有？都在影响哦。还是你看到你爸爸妈妈在遇到紧急的情况临危不乱，很镇定，那我相信你一辈子也不会忘。我们假如这个担忧一直在心上，到了学校教学生也会把这个担忧无形当中给学生了。所以真正明白道理，真正有智慧啊，比什么都重要了。不然我们每天在这个时代啊，你要担忧，可以担忧的事很多啊。只要你道理不清楚啊，甚至于担忧会互相影响。那首先我们要做一个不要造成别人担忧的人。我们讲出去的话都是给人家信心，给人家安定的力量。烦恼即菩提啊，危机以及转机啊，在道中即不在劫中，就不在劫难当中了啊。我们真念佛，二十五菩萨随护自己，这些疫情呢，也有鬼神在执行的。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在德育课本里面，大家记得吗？有一个孝顺的媳妇，我看大家的头都没有点，是有讲过吗？好，这个时候呢，只有少数一两个人点了，你一定要再讲一遍，因为科学家说要讲21遍才会记住啊。所以当我们在问小朋友讲过没有啊，他们没什么反应啊，你也不要太生气啊，我讲过了，你应该说啊，我还没讲21遍啊。这一位媳妇啊很孝顺啊，但是呢她的小姑啊离间她跟她婆婆的关系啊，她先生又不在啊，被婆婆啊赶回娘家去了。
啊，后来她婆婆家啊瘟疫产生了啊，结果她的婆婆跟小姑啊命在旦夕了。这个媳妇知道这个情况啊，就跟她的父母说：“我要赶快回来照顾我婆婆、小姑。”他的父母答应了啊，诸位老师啊，假如你是父母，你答不答应啊？啊，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啊。哎，他父母答应了，所以古人呢、啊？把道德看得比生命还重，视死如归啊，这是我们的学处啊。啊，所以林则徐先生要去禁鸦片了，大家想一想，这既得利益者有多少啊？哇！那既得利益，他靠鸦片作威作福啊！他看到林则徐要去禁鸦片，他会怎么做啊？先下手为强啊！找黑社会的啦！哎，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啊，岂因祸福必趋之啊！”哎，古人。在面对国家安危的时候，一手当为的时候，置死生于度外。其实我们现在弘扬文化也不会有生命危险啊，没有危险呢，我们还退缩。古圣先贤有生命危险，这万牛莫挽呢。怎么拉他都不退缩。哎，这一位媳妇回去了。结果啊，她在照顾婆婆的时候啊，在外面那个瘟疫神呢、啊、就说了，哇，这个媳妇很孝顺啊，她头上有几丈红光啊。哎呀，我们闪。啊，不要接近哦！哎，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啊，这是看不到的，但它存在啊。哦，所以真念佛了，啊，这个佛号不断提醒自己，都提起来了，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啊，不断熟练啊，不让妄念进来。一句佛号不令间断，能做到这样啊？顶上有二十里烛光啊，比这个孝媳妇的光啊亮多了。所以魔不能扰啊！啊，这个在《十往生经》里面说到的，但是我们要对这个真理有信心呢。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心没有丝毫怀疑，丝毫夹杂了，这感应是不可思议的。你一念至诚，喊一声观世音菩萨，有极难恐怖无不得解脱，大家相信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考师资班，啊，到补习班，啊，我们有一位女同学，啊，她一看我，啊，可能是学佛的，
他就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假如呢啊，你遇上水灾了啊，你的妈妈啊跟你太太都在船上啊，这个船翻了，你先救谁啊？我说都救啊。他说你没有把题目听清楚啊，我再问你一个，我再给你讲一遍啊。他又很认真的讲了一遍，我说通通都救啊。他说哎，我不要跟你说了啦。我说我是很认真回答你的问题的啊，因为你还没有认识一个菩萨叫观世音菩萨。你假如认识他了，那你就相信了啊，那是他的愿。而且他是古佛再来的啊，你真信了，那个感应马上就现前了啊，千处祈求，千处应。所以诸位老师在这个时代啊，一定要把观世音菩萨介绍给学生呢。人生酬业，每一个人都有业，什么时候这种业力会现前不知道，可是他懂得念观世音菩萨逢凶化吉。但是你要先看看你们学校的情况啊，但是世事无碍，你说不能宣传哪一个教啊？那你聊到这里了，诸位同学啊，你假如是基督了啊，那你就要赶快请上帝来帮忙啊！你假如信什么教的啊，我又没有专门在弘哪一个教，世事无碍啊！啊，不要被一个规定啊，我们就好像啊傻了，不能做了。这个竹密不妨流水过啊，山高岂爱白云飞啊，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啊。所以有一次这个老和尚在香港讲完经了，突然有一个人过来了，跪下来，老和尚啊，今天你不帮我圆顶啊，我就不走了。哇，我在场的人都傻了，突然一个人跑出来这么强烈，你今天不给我圆顶，我就不走了。然后就说你不走我走啊。你看人家老和尚没什么挂碍啊。但是大家注意哦，这一位跪下来的人看起来好像愿力很坚定哦，事实上在威胁老师哎。哪有这样对老师的？你没给我怎样我就不走了。这个对老师的恭敬总要有吧。你看人家恶主去了，跪在那跪好几天那话说回来了，我们现在都习惯用威胁的方式啊对别人啊。爸爸妈妈不顺我的意了，我不吃饭了。威胁啊，这个无形当中连跟人相处啊也会威胁别人了，让别人压力很大哦。那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啊，我们跟人相处啊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出现问题不是坏事啊，我们都看不到问题，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成圣人了，
一种是呢，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啊。啊，那就麻烦了。一日不知非，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敬。这个话讲得很恳切，天下聪明俊秀不少啊。其实这个话，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当机呀、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当老师啊，都是聪明俊秀啊。啊，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根性都不差，但为什么我们这一生不能成就道业的呢？那了凡先生在这里提醒我们了，只为因循恶志，耽搁一生呢？啊，为什么汤王，哎，他要这样提醒自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不能知少为主啊！啊，又日新啊，不能半途而废啊！苟日新，这个苟字是下了决心了，我这一生不要再轮回了。哦、所以偶益大师说斩然，斩然就是下定决心了。我们昨天说破釜沉舟啊，哎，直通西方极乐世界，不能退缩了啊，被觉哎、被成啊，不再搞五欲六尘了，合觉，跟佛菩萨的教诲相应，顺着去处事待人接物。那我们读经，我们听经，可以观察到自己的不足啊，可不能难过，不是坏事哦。啊，老法师说，发现自己过失啊，叫开悟。啊，所以有同修提到了啊，因为我们课程里面有说到啊，我们跟人相处的问题可能根源在我们跟父母相处。他静下来去关照自己跟父母的相处，有没有体贴啊，有没有设身处地啊？啊，有没有恭敬呢、啊？哎，这么一反思，哎，还是有不足的。啊，那能发现这些问题啊，特别可贵了。啊，那这一天就没有空过了。啊，所以啊，昨天。那个啊，那一位朱老师提到啊，他们学春学啊，春学究语啊，好像这个功过格里面啊有14条啊，都要把它背起来啊。那我们可以关照，哎，我的心行啊，跟这些相不相应？其实有标准呢，在我们初学的时候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以三根来深入，因为三根都有具体的这些言行甚至起心动念的标准，我们就好对照啊。所以一开始用功过格啊，就像了凡先生
啊，他也是立三千善啊，那每一天啊，对着啊孝照月道啊，焚香告地。今天善记上去啊，假如恶啊，就把善退出。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其实对自己的警觉性啊，还是很有助力的啊。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媳妇啊，头上有两啊几丈的红光啊。那我们了解这个真相，就不容易啊，担忧病毒啊，当然也要谨慎的啊。那这一个孝媳妇啊，她回去了啊，我想呢，人之初性本善呢，她的婆婆跟小姑就被她感动了，这个缘就化掉了。哎，大家想一想，这个疫情啊，给我们的感觉是坏事啊。哎，但是心用对了，可能很多因缘的发展，就在人觉得坏事当中啊，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哦。所以净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啊。我们看到疫情来了，离婚率下降了呢。以前夫妻很少沟通了，现在疫情来了，比较多沟通了。哎，甚至小朋友觉得比较有跟父母相处了。再来，疫情来了啊，濒临绝种的动物啊，慢慢都复苏了，啊，生命啊，都越来越，啊，这个蓬勃了，因为人造业少了。其实动物它们要濒临绝迹啊，都是我们人类贪欲享乐，然后破坏了整个大自然。所以万物之灵啊，不能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疫情是不是也是让我们人类好好来醒思了？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其实都是杀业啊。有发给大家。这个佛经里面有提到为什么会有瘟疫的原因所在啊，跟大量杀害海里的动物啊，还有地面上的动物都有关的啊。所以刚刚提到灾难都是人心招感，嗔恨心感火灾，愚痴感风灾，傲慢感地震，怀疑感山崩地陷。那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一怀疑自己的哇，好像陷到一个深坑里面去了，像不像山崩地陷呢？啊，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个报道，哎，突然一条路哇，陷了一个大洞，突然的，那跟现在人的疑心越来越重也有关系呀。我们知道因呢，才能把那个果给化解掉。
所以有信心不怀疑很重要啊。大乘起信论啊，所以这八个字可以调伏一切烦恼啊，这是法药啊。老法师怕我们不够重视这八个字啊，他老人家慈悲加了几个字啊，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大家觉得这加上去之后，我们听起来感受一不一样？好，对我来讲很不一样啊！为什么？我文言文不好啊。好，一看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就是一种文言文的距离感啊！哎，一听老和尚加的字，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哇，深吸一口气，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这都是老和尚教学的善巧啊，我们都要感受到他老人家的心啊，我们就用得出来了。好，那师父上人首先提到教师最重要的具备仁德，要顺德而行，不能逆德而行。汉书高帝纪上曰：顺德则昌，逆德则亡。所以同盟养正教育的成败关键全在于此。进一步引导我们去体会什么是顺德，什么是逆德。我们仔细去观察，老法师讲无量寿经可能十几年前，二十来年，六十几，八十几，一百几，他老人家后来八十多岁的时候讲，1200几。为什么会越讲越长？众生的领悟力在下降了。我不知道诸位老师，你们教了十几年书，二十几年书哈，你们觉得这个学生是往上还是往下？这都是关机也要应机哦。不然你在教的时候，哎呀，对着学生说，哎呀，那我以前教的学生多好，你们怎么这么差？常常因为前面的好，然后自己也很生气。这个不能比哦，这么常常这么讲，他们也很没信心。循循善诱哦。你看讲到这里我就有点心痛。代表我过去还没有放下啊。念佛的人要过去勿留滞才对啊。为什么心痛呢？因为想到我初中的国文老师。他在发作文给我的时候，他说同一个家庭教出来的孩子为什么中文程度差这么多。因为他跟我二姐，拿我跟我二姐比嘛。因为我这个二姐的文章都是腾出来给学弟学妹学习的。所以老师一看，哇，忍不住了讲这句话。那个杀伤力很大的，所以这个中文的信心一直起不来了。
啊，到了大学联考还是考不及格。哦，后来是被老和尚救了。老和尚说：“哦，老祖宗是最疼爱全世界最疼爱后代子孙的。哦”啊，你看仓颉造字啊，发明文言文啊，你学了文言文可以直接向孔老夫子学习啊。啊，听完很惭愧啊。这个无上的宝贝啊，我们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也很惭愧啊。但是那个心理障碍就障碍了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老师的言语哦，很有力量啊，啊，可以让孩子很有信心啊，也可以让孩子很沮丧啊。哦，那老人家同样是无量寿经，越讲越细，应该啊是有观察到，要讲得越细啊，可能大家才能够领会得到。哦，哎，所以这里我们也感觉到了，老人家也是在让我们去感悟啊，不然一个逆德啊，很抽象啊。这个都是教学的敏感度哦，而且当我们在叙述一个道理的时候，也要看着小朋友的眼睛啊，代表我们的讲解他有没有听懂，他的眼睛会表现出来的啊，他一脸茫然啊，那你当然要继续再深入讲一下。哦，所以逆德是指啊，勇悍、斗争、好胜、嗔怒等违背慈善仁爱之事。啊，有一位老师啊，有提到啊，说学校啊有同事啊，都是用高压的方式啊，在教小孩。哦，那您就要把老法师这边开示啊，哎，可以介绍给善巧的。介绍给这个同事了，啊，为什么说善巧呢？因为假如你直接拿给他，啊，他假如不能理解，说，哎，你是不是对我有看法？你干嘛拿这个给我学呀？啊，哎，那这个就要就事论事咯。啊，比方说，诸位老师。你今天假如拿着老和尚的一篇教诲啊，拿给你丈夫，哎，这个让你看，你看看你丈夫下一个念头 会是什么？啊，哎，这个我们都要判断的，在境界当中要判断。啊，我们说学佛是面对境界要清楚。尤其处理人事问题，哎，不然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好意的，哎，但是怎么后来结果不是很啊如我们的愿？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经一事长一智，啊，立事练行。那可以啊，透过可能学校里面的培训啊，哎，分享，他就不会太敏感啊。现在的人比较敏感啊，这个我们可以柔和的去体恤到啊。
那这个老师很强势啊，也有反映给学校的领导了。哎，那领导啊也并没有做处理。那在这样的情况啊，需不需要去跟孩子的家长说呢？哎，遇到这样的情况，那首先呢，我们处理事情呢，都是用公心。其实我们用公心的时候，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只要我们是公心，而里面没有掺杂我们的好恶情绪在里头，这个首先我们在境界当中要关照自己的念头啊，因为假如我们有跟这一位同事有对立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在劝他可能效果不会太好，或者我们在跟领导反馈的时候可能效果也会有影响。那假如我们都非常心平气和，那领导没有重视，我们可以再提几次。在《论语》里面说劝领导不要超过三次。哎，其实在境界当中也在练我们的耐性哦。所以也跟大家分享过，教育这样的大事啊，真的是佛菩萨祖先承担的。我们在因缘当中很重要的，我们要把自己的心用对。那这个时候就常常关照自己的念头，关心为要。一般呢，遇到问题现在都要多管齐下，领导那边要提醒，提个两三次。那再来呢，这个同事的强势高压没有改善，他也在造业，而且这个造的业我们昨天交流到了，那堕十九层地狱啊，那个业是很重的。那我们真的是为这一个老师好，也为学生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跟家长也要看这个家长的冷静理智要够，你也要对这个家长的情况要清楚啊。你跟他沟通之后，他会很理智的去护持这个情况，他会很冷静的去反映给学校，家长有反应了，可能也会影响高层对这个事情的态度。那我们多管齐下了，然后护好自己的心，每天呢好好念佛修行了，都回向，希望这一件事情呢可以圆满。那我们一般面对事情啊，还有最坏的打算，哪怕这一件事情你一心未公，最后还被误会甚至还被排挤，
那都是消业障，那个也只要是一所当为的，后面哪怕遇到这些境界，我们也不后悔自己这么做。现在呀，能够见义勇为的人少了啊，这大是大非面前呢，不能姑息呀。所以啊，这个我们能不情绪化啊，一心为公来处理这些事情，不管结果如何啊，相信呢自己的这个德行福报都能够提升，而且一心为公的人啊，哪怕这个团体留不住他，自然能感召更真正为下一代教育的因缘会出现。人与人的缘分呢，都离不开感应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好，那诚德是感觉。啊，真正啊，能够啊，不被得失啊，不沾顾得失啊，不被感情所牵动啊，不计较人我，这样是很不容易的。能够真正一心，就是要贯彻老法师的理念，真的有这样的领导，真的有这样的团体，我们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啊，来帮助他把这个榜样做起来。哎，这个时候啊，要不分彼此，一定要在我这个地方做，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做。哎，我是哪一省人，我就希望在哪里做。这个都是在分别的。哎，哪一个地方真的成熟，这个领导者全心全意要做，那再远我也去支援他。因为在这个时节因缘呢，要把一件事做成呢，真的挺不容易的。但是真的有一件事做成了，真的立起榜样了，可以给全世界都有信心了。老法师是一个从小就无私的人，但是他要停在一个地方都不容易。其实这一些也给我们提醒了，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人事境缘呢，也不要太难过了。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啊！哎，现在啊，大家虽然都在学传统文化、学佛，但是毕竟我们还没学以前，还有很多习染，要把这些去掉啊，很不容易啊！承德自己啊，
都觉得在境界当中啊，要调伏这个已经染的习气也都很困难，所以自己也没有资格啊去讲别人。感觉到啊，对方这个缺点呢，自己或多或少还是有。所以老法师这两句法语也是护念我们的心念的，别人错的也是正常的，我们在境界当中尽力而为，但不要起这个对立高下，尽了力了我们也不强求。就像 老法师他在新加坡他也尽力了，那缘不成熟他也不强求，后来就到了澳洲去了。但是我们看哦，缘越来越殊胜，很多境界都练忍辱啊，但是有没有佛菩萨在照顾？有啊，把他老人家送到更能贡献全人类的因缘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呢，只要我们一心为公，不要有得失，不要担心未来，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哪里有缘呢，哪里去。好，好，那刚刚提到这个逆德，我们哪怕是有少分呢这样的这个性情啊，也要慢慢把它放下。所谓顺德啊，则是平和礼让和谐仁慈等德行。在才德论当中啊，把德呢用四个字来彰显啊，叫正直中和谓之德。这个和字啊是很重要啊，礼之用和为贵。所以这里提到平和礼让和谐仁慈等德行。那师长老人家在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啊，里面有提到效法夫子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就是温和啊，也是与人和气啊。再来老人家提到同盟老师不能有逞强好勇的意气，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好表现了，要把人家比下去，那是人格不成熟的表现。其实成熟啊，表现在呢不让父母操心啊，不让老师操心啊，指导我们的长辈老师，我们常常还让他操心，这就不成熟了。不让领导操心啊，这个才是成熟的表现了。那我们不成熟了，会把小孩带坏了，
啊，古人说学问深时意气平，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都是很谦虚温和的。好，那这一段首先我们关照自己啊，进而假如我们处在领导的位置，那我们要培训老师，这是重点，或者我们要招聘老师，都要在这些地方观察。好，所以谦虚温和，不会逞能炫耀。好，必定是具有平和修养的老师，才能把孩子带向温文尔雅、厚积薄发的正路。楞严经讲到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末法时期，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以谦虚是我们判断它是正是邪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邪师啊，都会一直标榜自己很厉害。我们看老和尚啊，对国家民主世界做出那么多贡献啊，只要赞叹来了，老人家都是，这都是我们祖宗之德啊，三宝加持啊，这个都是老师的恩德啊。我们有时候在师父身边看他在应对啊，因为很多人见到老人家都是赞叹的，老人家都没有受的，都把功劳啊给佛菩萨、给祖宗啊，甚至给大众。好，所以我们也要懂得观察。再来，佛门有说，不以神通度众生，所以很多现在邪的老师他都，哎呦，你是不是上个月车祸啊？啊，怎么样？讲的对方，哇，你怎么都知道？哇，好厉害哦！这都是现神通啊，也可能他养着小鬼啊。鬼有鬼通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现神通啊，被佛呵斥啊，你用这个方法跟这些魔王啊，这些邪师就没有办法分别了啊，所以佛门是不以神通度众生的哦。假如他真正现神通了，或者身份暴露了，他一定走人的。这是佛门的规矩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啊，他自己说他是观世音菩萨，说了也没走。啊，那我们要有判断力哦。现在的人也喜欢这种玄妙啊。哦，神通啊，看了他就哇，很佩服啊，他都忘了，那个都是拿着佛教来骗人搞名利的。学佛一定是依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佛在世的时候都交代这些事了。六祖大师有很多教诲都是提醒我们这个时代的，提醒后世的。他老人家讲三规，讲规、觉、正、净，就是提醒
可能当时跟后世啊，大家皈依三宝啊，慢慢都只是形式了，着了相了。佛是表自性觉，法表自性正，身表自性净。所以六祖大师讲三归，就是讲觉正净，归自性觉正净。祖师这些用心都是良苦的，我们得看懂，我们才懂得珍惜。六祖大师说，威英王佛以前有无师自通的，威英王佛以后没有无师自通的了。我们冷静去观察这些邪师啊，要不就是他就是说啊，突然在一天夜里啊，闪电下来了，突然他就悟了。他说不会提他有什么老师的。好，然后一般人听了，哇，好厉害哦。要不呢，他提我好几个老师哦。他都是借由说这个人是我老师，这个人是我老师，然后呢，让人家听了觉得他很厉害，哇，你跟过这些人，他是拿着这些 老师的名气啊，来提高自己的。他们都很会做 marketing 啊，很会市场营销。哦，真正有德的人他不会去销售自己的，他不会炫耀的。好，所以都是有师承的，这个我们要会判断的。再来啊，这个真正啊名师啊，他不会让人家害怕的，他会安人心了，让人如沐春风的啊，甚至于都是坦荡荡的啊，不会把你邀到一个房间里面。哎，我跟你讲的东西你不能讲出去哦，讲出去你会天打雷劈哦。佛法是没有秘密的啊。佛法的秘是生秘啊，不是秘密啊。好。所以这一段呢，老人家提醒了我们同盟的老师啊，不能有逞强好勇的义气啊。再来呢，不能有争名夺利的机心啊，不能自私自利、名闻利啊，那是败坏堕落的开始啊，会把小孩带坏的。好，那古人说啊，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其者如雷失骏马。驴雷失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子愁衣食担劳碌，何怕严君就取钩。继子应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我们看看自己，看看身边的人，也想到啊，《无量寿经》说的“世人共争不及之物”啊，有意少意，
私欲其等，事小具有，又又非常，都不满足啊。这欲是深渊啊，填不满啊。所以曾经听虚云老法师的侍者孟参老和尚，他老人家活到100多岁啊，刚好啊，他讲到一段话，他说：“人能先看清楚最后一刻，再来经营人生呢，就不一样了。”哦，哎，那我们想一想，最后一刻是什么情境啊？一口气不来，双手双脚一摊，什么也带不走，身体也带不走，更何况身外之物。哇，那最后一刻真正看清楚了，他就会思考了，我要努力带得走的。努力啊，真正留得下来的。什么真正留得下来？钱财留下来给子孙呢？勿以财物财货杀子孙啊。我们台湾有一个企业家很有钱了，他死了，子孙分财产呢，摆不平，3年了都还没有下葬，这结果是什么？死无葬身之地啊，找不完啊。你说这样的祖宗有没有智慧啊？我们老祖先创字的时候就提醒我们，钱这个字啊，左边是经啊，右边两只歌啊。所以那个钱是真的留得下来了。留得越多，很可能造成子孙的纷争呢。所以不如以冥冥中积阴德，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啊。这真留得下来了。哎，孔子积阴德。2000多年后子孙都被他庇荫，而且更重要还有一个 留下来什么，不只是应得福报，留下来最好的家教啊！2000多年的子孙不愿意丢他的脸，这真的留下来的东西。哎，那物自暴物自弃啊，孔子可以，我也可以啊。我们遇到了这个文化沉船的危机点了，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啊，以前还没这个机会积这样的功德啊。所以要想清楚，什么是留得下来的，什么是带得走的。身外之物都带不走，干嘛在那里强求呢？其实啊，你要就要得到吗？你不要就要不到吗？就得不到吗？这些我们真想清楚了。该是自己的，跑都跑不掉啊。这安分守己的，福田心根呢？但行好事啊，莫问前程啊。所以老师要先看破啊，老师不能是争名夺利啊，会把学生给带坏了。所以啊，这些看起来在历史当中一直在为子孙打算，然后呢，这个还去
贪污很多钱的，那个真的是害自己害子孙的。所以爱之不以道啊，是所以害之也的。好，所以名利是身外之物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唯有道德学问才是真正的财富啊，能够带来幸福快乐的人生啊，必须是明白事理、淡泊名利的老师，才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好，所以佛给我们示现了日中一时啊，就是当老师啊，能够淡泊名利啊，把物质的享受啊放淡。这样就给学生呢很好的榜样了。好，再来，同盟老师不能有比较高下的分别心。好，那是短视偏颇的错见。会把小孩带坏。而且可能会啊，因为这个高下，哎，你瞧不起这个学生呢，结果把这个学生的信心呢都障碍住了。所以啊，古人说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啊，每个小孩都有独特的禀赋与才能。不能任意比较优劣。老师应该因材施教，细心观察小孩的性向与喜好，发现每个小孩各自的闪光点。哎，我们当老师假如进了教室啊，就觉得这些孩子都很不好，很不听话，就看不到闪光点了。我们这个傲慢呢，脾气要调服得了，就能看到闪光点了。所以顺着他们自己的禀赋去引导那么每个小孩都是可造之材。小孩的可塑性很高的。这个自己也观察到了。比方说我们关心学生当然也要试设法。像我那时候带6年级，学生长身体很容易肚子饿。我就拿了这个李仁的胚芽饼随时都放在抽屉里给孩子吃的东西不能有防腐剂要有健康的理念那学生每一次肚子饿就找你跟你就亲了所以这个试色法还是很重要。然后呢，成绩本来不好的学生呢，你会发现呢，你教的科目啊，他的成绩上来了。这个其实就是学生他是有潜力的。然后呢，他喜欢哪个老师啊，他那个潜力就慢慢就出来了。因为你又肯定他，你又鼓励他嘛。好，那因为成绩不好的孩子可能很多老师都一直否定他，他那个信心起不来了。所以很明显的你教的那一科他成绩特别突出来。所以这个是发现孩子的闪光点。
那在那么小的年龄啊，他很多坏习性还没染成呢，这个时候你能够不断的信任他，能够来投胎啊，都不简单了。好，没有前世种五戒的因，他得不了人生的，一定都有他可栽培的地方。那老师与老师之间更不应互相互比高下，那就没能给学生做出身教的好榜样。好，那我们老师跟老师之间相处也要啊，随顺经典去言谈哦。好，不然无形当中言语不当啊，也会让孩子啊对老师啊产生信心上的冲击。好，所以老师的言行啊都不能够随便的。啊，我记得我在任教的时候啊，刚好有学生被留下来啊，我走到这个同事的教室啊，那虽然只有一两个学生留在那里啊，但是我们假如谈话就很粗俗啊，你说那个对孩子的内心会不会有冲击啊？当然我会用眼神告诉他的哦，不要这么讲。啊，父母老师一言一行啊，都要给孩子做好榜样。我们要有这种责任。啊，包含了凡四训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啊，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利者。其实人最关键的就是这一念，是随顺自己的习性，还是为学生着想，为小孩着想，其实就是自私自利跟利他的较量。我们真想为孩子好，那我们当父母当老师改过就不难，要真想为他们好。所以我们也听过这个父亲抽烟，哎，太太检查怀孕了，哎，烟掐掉，啊，我从今天开始不抽烟了。有啊，有这样的爸爸。那他抽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一下子他有这个力量？他是真心为小孩好了，不希望给孩子不好的影响了。好，那必须尊重差异，平等对待的老师，才能让孩子学习到互相欣赏，各展所长，避免落入互相攀比的误区。好，老人家提醒得很细致啊。再来又提到，同盟老师不能有浮躁易怒的脾气，那是缺乏自制与耐性的表现，会把小孩带坏。啊，《易经》损卦象曰：啊，君子以惩分自愈。啊，君子要克制愤怒，节制情欲。人都难免有七情五欲，
但是同盟老师必须做到更严格，克制与掌握自己的情绪。啊，正如《礼记·曲礼》上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同盟老师绝不能在学生的身上宣泄自己的情绪，要时时保持理智，能够包容学生的错误，展现出充分的爱心与耐心，这才是为学生们做出良好道德修养的模范。好，那我们这样学习下来，那要当好老师，我们得先调伏这些习气才有可能。所以欲爱人者，我们得先自爱的。自爱，期许自己恢复自己的真心佛性不愿意再随顺习气了。而我们能从事教育工作，那是很有福报，而且这一个工作很能够积功累德，又能够教学相长，这么好的机缘啊。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说，给我一个月10万块，我还是要教学，给我100万，我还是要教学。很珍惜呀，可以教学的因缘，来这个成就自己，进而去成就学生。好，那接下来有讲到同盟养正教师的典范，有举了民国初年的儿童教育家陈鹤请老先生为例，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期间，有建立教育实验区，与陶行知、廖世成等人共同倡导优质教育，当年的南京基本都是完全西化的教会幼儿园幼稚园，没有中国特色的幼稚园。陈先生创办的第一所中国式的幼稚园，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他与许多西方现代儿童教育家强调儿童本位与自由教育的主张不同，那陈鹤请先生并不认为儿童的自由与个性的发展可以独往独来，放任或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发展。他相信凡是儿童都可以教育成为有成就的人。那我们读到这一段呢，
我们是处在这个教育理论非常众多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要能判断呢，这些理论妥不妥当啊？曾经刚好跟老人家在用餐用完餐，大家在谈话有人谈到了人本主义学派，老人家因为没有在师范学院这个学习过，所以这一些现代教育的思潮老人家没有接触。可是老人家一听到这个人本主义，马上就说了，应该是孝本主义。哦，我们看老人家这个心地清净了，可是一接触到一个东西他就生智慧了。这个主义会产生什么流弊没有？他马上可以感觉到。我们当老师也有这个敏感度。我们自己观察看看，拿一张照片，团体照，100个人照，这个照片一拿来，首先看谁啊？看自己啊。好，我们看这100多年来很多的思潮啊。我们要注重权利，注重义务。权利义务。好，那大家观察一下上街游行啊，有没有哪一次说我们要尽义务，我们要尽义务。有吗？那这些思潮会不会把人带向一个有偏的地方呢？有时候偏了，偏个3年、5年、20年、30年就拉不回来了。所以现在都变成我的权利，我的权利，我的权利，捍卫我的权利。谁在想我能为这个家做什么？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那假如是听孔老夫子的话，君子喻于义呀，小人喻于利呀，不能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前面啊。那这个自由我们也要看呢，你是把他的潜能不要压制他，把他引发出来，还是你是放任他错误的行为，这个都要搞清楚啊。所以我们老祖先都是抓什么？抓根本，把他德行扎好哦，等到他10来岁了，看看他是不是读书的料，因为继续读书啊，通了圣贤书要去办政治服务老百姓啊。他不是这个料，可是他已经小儿语啊，续小儿语啊，这些德行的经典他有学了。再去各个行业，行行出状元。所以在商业有商道，在医学界有医道，各个都行菩萨道，都行大学之道啊，行行出状元啊。可是这个根不能忘了，就是他的德行啊。这里面还提到当时候治世仁人这个陈鹤琴先生还有陶行知先生、廖士诚先生
哎，这个陶行知先生有三颗糖的故事啊。哦，啊，有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啊，然后这个陶行知先生是校长啊，把这个孩子找来，啊，当然这个孩子已经战战兢兢了，校长找我，啊，嗯，然后呢，这个孩子一来了。这个陶校长拿一颗糖给他，这个孩子愣了，本来想说被骂的怎么给我糖，校长请你来，你就来，哦，哎，很可贵了，哎，给你一颗糖，然后这个孩子很感动啊，哦，哎，校长这个，啊。这个那一件事啊，是我不对呀，我打人了，哇，你又给他一颗糖，哎呦，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错，很可贵，给他再一颗糖，哦，我好像有点记得不够清楚啊，好像是三颗糖，哦，这个故事啊。他的心境呢，就是他是坚定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觉本无啊，还是一定可以放下的，本觉本有，他一定可以恢复的。啊，我们一直看着他的优点，他就一直发挥了。但是假如我们自己心偏了，哎，你看他又骂人，他又打人了，一看到他火就上来了，就不容易看到他的优点了。所以这个普贤十愿称赞如来啊，前面是礼敬诸佛，我们尊敬孩子的本善，孩子的佛性，真的会找到他的可贵的地方。对呀，校长叫他来，他可以不来啊。他来了，肯定他。哦，你看他那么容易就被感动了，很有善根。哦，再来他感动的时候，他马上可以知道承认自己的错，这都是他的善根了。所以刚好这一些教育界的前辈啊，也留了很多榜样啊给我们了。好，那儿童不仅啊要从小教起，还要注意从小教好。那这个好要有标准的，弟子规也是标准的，圣学根之根呢，这些是标准的。那他的幼儿园为儿童提供很好的环境，使儿童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同时教导儿童做人的道德，提高儿童的智力与德行。就是把这个道德的根基抓牢，而且人都有过去生，他过去生都有积累一些长处的，我们懂得欣赏啊，他就越能发挥出来。抱歉啊，这个想到我们老师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上个月底有西洋的万圣节，然后不给糖就捣蛋，
是万圣节的主要活动之一，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区，英文老师多半都会借此时机进行万圣节主题活动。这和我们传统教育理念有些不符。小孩装扮成各种鬼怪，逐门逐户按响邻居的门铃，大叫 trick or treat， 意思就是不请客啊的话就捣蛋。那这个万圣节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适合在我们的课堂上进行吗？或者应进行怎样的转化才不会与圣贤教育相违背？我们现在很多文化会融合啊，都会相遇啊。所以刚刚提到，现在有很多教育的思潮，这个我们自己都要会判断。《礼记·学记》讲啊，教也者长善，就其师。所以我们任何的活动一定是长善就师。假如这个活动不能产生长善就师，那寓教于乐就没有了。像有学校毕业典礼学生拿着水球丢老师，你说这个好吗？这都不妥当了。但是现在好像觉得好玩了，都没考虑那么多了，这错误的风气啊就蔓延开来了。好，那当然了，假如是这个情况啊，首先这个万圣节的由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起源呢说法不一样。万圣节日期啊在11月1号。但是大部分人庆祝啊是10月31，叫万圣夜。它万圣夜与诸圣节不同。诸圣节诸圣的节日啊，诸圣节是基督教的节日。万圣夜则是世俗的节日。好，这个有点长哦。那它会传承这样的一个习俗啊，一定有它的原因在。但是它一开始啊，是有提到了。古时爱尔兰人认为10月31日及11月1日间亡灵会回人间，故有习俗生者穿着奇异的衣服游行驱鬼。当时欧洲大陆也有为亡者布施糖果的习惯。那接受者则答应以为亡者祈祷回报。好，这个万圣节
这个事实上呢，在西方基督徒啊，对于此节日的看法存在争议。因为宗教上认为啊，鬼怪与魔鬼有关，因此较为明白传统，西方人一般不鼓励参与。不过随着世俗化的影响，大部分西方人已经不再强调传统色彩，认为万圣夜是鬼怪世界最接近人间的时间。这与中国的中元节以及日本的万鬼夜行类似。这个代表全世界其实也都会谈论到这个鬼神的问题了。我想啊，就是我们呢要举办这样的活动啊，都往善的方面呢去引导孩子。你说不给糖就捣蛋了。那这个让孩子学会威胁人家，这个不好了。但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有亡灵回到人间啊，我们给他布施糖果啊，然后为这个亡灵祈祷。就好像我们这个中元节也是有一些食物啊，其实也是尊重，等于是说借由这个活动，我们也是在引导孩子学习与不同维次空间相处之道。传统文化教三个领域嘛，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社会的关系啊，人与天地鬼神就不同，这个宇宙有十个法界嘛，去相处啊。那这些节庆跟鬼道这个有相关嘛？那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这个来源，我们相信了哈，它一般这些习俗啊，从一开始的时候都。立基点呢，应该都是善的，可能慢慢传，那是传的比较偏了。那我们真的要用这种习俗的话，还是要回溯到它的源头，然后呢，强调它的那个善的那一个面来办，这样会比较妥当啊，也比较不会有流弊的问题。那因为这些东西文化的交汇了哈，所以有很多啊这些文化之间的差异啊，我们自己要判断啊，要把它结合到教学上啊，也都是要能长善救师啊为好。好，那陈老指出呢，人的性情与情感。是从儿童时期陶冶培养的啊，性情很重要哦啊，良好的个性啊，胜过卓越的才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体会才对了啊，同学相处，同事相处。有些人才华很高哦，可是他性情古怪啊，甚至脾气特别大啊，很会抱怨。才华再高啊，人家不敢跟他合作啊。他一有能力了，很傲慢的，很会骂人，很会瞧不起人。他这个人和就因为他搞乱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良好的
个性啊，胜过卓越的才华。但这种好的性情是从儿童时期陶冶培养的，这个时机点要抓住了啊！所以在幼稚园啊，音乐、图画、文学和儿童的实际生活是培养儿童情感、道德的主要途径啊。他特别提出在幼儿园开设公民训练课程的重要性。那这里有提到音乐艺术，这个都可以运用在小孩的教育上。孔子在《孝经》里面说，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传统这些古琴啊古乐很好。这种音乐我们一听啊心就静下来了。所以现在很多胎教就开始用很好的音乐来陶冶胎中的孩子啊，包含要开设公民训练课程啊，因为培养将来做公民的基础，而且可以让他们养成种种合作的精神啊，这个都要训练的，在团体里面。爱护团体、爱护国家的精神，同时又可以培养公民应有的知识与技能，砌成一个稳固的公民基础。所以我们是培养未来健康的公民啊，这个国家社会的未来有没有希望啊？就看我们幼儿园、小学的教师了哦。因为少成若天性啊，习惯如自然。好，那陈老还将幼儿园的作用概括为13个方面。好，这里面包括了古代教师所应传授的保健、德行、能力三大部分。这个三大部分呢，跟经典都很相应的啊，在《礼记》里面啊，有一篇《文王世子篇》呢，讲到呢如何培养啊这个接班人啊，一个国家的接班人呢，他有三态呀。太保、太师、太傅。我们以周成王来举例，周成王是接班人，太保少公，太师姜太公，太傅周公，还有三个人，因为这三个管的部分都很重要。太保就是管保其身体啊。我们想一想，一个孩子身体健康跟不健康，他的学业会一样吗？他的事业会一样吗？他没有精神头了，做什么事都很没有力气啊，没有冲劲了。再来他身体不好，成了家会幸福吗？会能把妻儿、把老人照顾好吗？哦，所以排在第一位的保健呢，影响一生呢，所以我们老师一些养生的理念还是要积累一些啊。现在肯把一些基础的供养出来的中医师啊，老师不少啊，大家不嫌弃，我陈德早早可以发链接给你们啊。
哎，还有德行啊，周公叫德行，治国的能力姜太公。哎，我们老师也是一样啊，可能我们一个老师具备这三个特质，三个内容啊。哎，德行要教给他，做事也教给他，保健身体也教给他。所以我们真想把学生教好，我们24小时不够用了。哦，我们要学的东西不少了。那陈老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教学理论和西方教学理论相结合，不但顺应了当时国内教育发展的需要，而且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教学与管理的方式方法，都是精益求精啊！而且管理也很重要，护法护得好，这个教学才会稳定。而且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西方这些教学理论做法啊，有可贵之处，我们当然可以借鉴了。中华文明为什么博大精深？佛教又不是在神州大地产生的，是在印度啊。但是整个大乘佛法的开花结果是在神州大地上，这个就是我们祖先传承文化的一种心量心境啊，可贵的地方啊。好，那这些实例啊，都是儿童教育的创办人应当虚心参考学习的。古人花了那么大的精神啊，他离我们也不远了。那我们肯学习借鉴，我们可能很多摸索啊，或者很多准备资料的时间呢，就可以省下来了。那办学不是为了盈利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而是为了打造健康向上的教育生态环境啊，让每个孩子都享有更好的更公平的教育，从而有能力造福全人类。我们用这样的心呢，来教孩子。那现代同盟教育的落实啊，现代同盟养正的落实，最重要的是师资。创办人要一心为国为世界，没有丝毫私心。老师要具备优良的道德与学问啊，其次是亲师之间必须亲密配合啊，老师教导学生要孝顺父母，父母教导孩子要尊师重道，亲师配合无间，让孩子深深扎下孝敬的根本啊，教育得要合力啊，而且啊，我们客观的来看，我们都是升学上来的，真正对教育，哪怕当了父母，学习的时间也有限啊。那我们是教育工作者，我们深入的时间多啊，所以也要不是只是去要求家长，要去带动家长了。而且这个带动啊，大家不能期望哇一下子就很有效果。我们有时候在做事的时候是被自己的完美主义啊生了烦恼了。什么事情啊循序渐进。哪怕这个班只有一对父母完全能配合你，那你就珍惜这一个因缘嘛，好，那一配合了，他的孩子提升进步会很快哦，就会去带动其他的家庭了，因为家长会看啊，哦，
都是循序发展的，不要操之过急。我们安住当下成熟的缘，尽力去做。而且这一段话也告诉我们，真的是万法因缘生呢。把学校办好，要有领导者的无私，还有这个老师的品德学问，还加上请师合作。那教材的选择也很关键，除上述圣学根之恩与四书五经之外，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很重要。那例如民国初年出版的一套优良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教授法。那这套教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首次出版。它的内容既取材传统文化精华，又配合西方文化的精髓，并且将如何教授学生修身养性的方法详细叙述出来，是非常难得的一套好教材。出版后十年间呢，就销售7000万至8000万册之多。这样的老课本在今日而言，仍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我不知道大家念到这里，我们台湾的老师有没有想到国艺编译馆？那些老教材其实很好的。都其实我们留心一下，都可以拿来教孩子的。不代表说新的就一定比较好哦。有时候以前的人考虑的更深更远了。好，那老人家提到了，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同盟养正教育，办好同盟养正教育。那么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世界和平的远大理想，必能早日实现。祝福在座各位身心安康，六时吉祥。祝福同盟养正教育越办越好，祝福祖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祝福世界安定和平，代代出圣贤。我们看到老人家最后都会祝福所有的人，这一念心呢，我们也要学习。当然我们有缘跟大众交流，最后缘分要结束的时候也都很自然很习惯的来祝福对方。而且这样的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学生也在扩宽我们的心量。好，那这一些都属于处事应对进退，这个也都要交给学生。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